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罗源投顾王信杰。那今天刚好是5月31号是 MSCI 的一个调整台股的一个权重的一个生效日，所以台股在整个尾盘做个比较大甩尾急拉的动作、哦、最后是以大涨的197点收在16807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哦、已经来到所谓一个、哦、刚好来到整个季线上下附近。那回过来从整个大盘加权指数大概在5月12号半个多月前看到整个今年一个波段新低好，15616点，到整个今天来到16807点，你会发觉短短不到半个月时间，台股已经强力的一个反弹了将近1200点。好，短短不到半个月时间，台股已经强力反弹了1200点，将近1200点。那你现在回过来，如果当初你把股票当初在半个多月前，把股票相信那些其他的专家的话，或受不了盘面的这种在整个跌势一个末端，看到所有的国内外都是一些利空消息，而你当时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在低档的，或者你自是认为你技术分析很厉害，每天就事论事、就线论线、看图说故事的人，我想在这边多少人在这边看空，把股票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在低档，好吧，把股票砍在地板之后，最近涨上来了，再把股票追回来，那你觉得长期下来？你如此的杀低再追高，杀低再追高，或者追高之前追高之后含泪停损杀低，追高杀低杀低追高，你觉得长期下来，你真的今年到目前为止5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你今年在股票上赚了多少钱？那我也常讲嘛，好、哦，许许多的专家可以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好、哦、过度吹嘘自己的操作绩效，或者昧着良心胡说八道。但是其实各位投资朋友们，不管你是跟着其他专家操作的，或者你自己操作的，其实从整个今年2022年1月1号到今天5月31号为止，你今年你有没有在股票上赚到钱，我相信你自己心里有数、哦、这个我都不多讲、哦、你也不一定要告诉我你今年有没有赚到钱，但是至少信教师还是敢讲一句话，你只要是长期是我的一个家族成员，我的会员，或者你只要是我的一个忠实观众，过去整个今年以来、哦、你过去这5个月你完完全全跟着我这个盘中的一个讯息来操作的投资朋友们，好，你完完全全跟着我给你的一个操作机来操作的投资朋友们，我到今天为止还是敢讲这句话，我们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股票市场的少数赢家。或许在过去的这5个月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好，我们曾经买的股票，好，我们会有被短套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我都很坦白的告诉你，做股票被短套都很正常，但是最后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你能做在股票市场获利了结出场，好、哦，那我也讲得清楚，如果你做股票，你没办法忍受，你没办法接受买的股票被短套，你一定要买的股票，每天那种在好高骛远也好，或者在做所谓一个白日梦也好，老是想要赚快钱、赚大钱，老是在想说我要今天买，今天买股票今天就要大涨，今天买的股票明天、后天、3天之内一定要大涨的。那你就我恭喜你，你没办法，你一定要在短线马上赚到钱的，那或许你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看我的节目，你去自己去短当日冲、得日冲、短线冲、啊、或者跟着其他喜欢追高杀低的一些专家或者网络达人做看，其实你自己也很清楚知道，你在老是在当日冲、隔日冲、短线追逐短线名牌标股的人，今年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赚到钱，你自己心里有数。但是你也自己回过来，我也常常在讲嘛，你把你自己的操作模式啊、哦、跟信杰老师的操作模式你来做比较，比方说你可以一半的钱用你自己的操作模式或者跟着其他专家操作，那你一半的钱你跟着信杰老师的一个操作模式来操作，我相信你跟你自己的操作模式未必赚到钱，那追逐短线名牌标股你长期下来未必赚到钱，但是你这一半的钱你只要试着来跟着信杰老师做做看，至少你到今年为止，过去这5个月，你一定是股票市场的少数赢家。我不要说我们赚了多少大钱，至少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股票市场的少数赢家。过去这半年多来，我们在整个长荣、阳明波段单30几%的一个操作一个绩效，过年前买进，3月中卖掉，2个月的时间，不到2个月时间赚了30%。好、哦，短线的价差单累积到目前为止，阳明26趟全胜。长荣25趟全胜，也有投资挂筹率高达180几%。如果波段搭配短线加差，加起来都已经超过200%。
哈、哦、两倍以上一个投资报酬率，那我相信这个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讲。好，那现在重点来的，当今天大盘指数尾盘大甩尾，大涨了197点，来到16807点之后，接下来行情怎么看？好，其实我直接开门见山的看法告诉你，我没有做改变。好，我不会因为今天大涨，我就像其他专家，哦，看图说故事，看得非常的乐观。好，不会因为之前大跌看得很空，现在大涨又看得很乐观。我想我都很客观的，很客观理性的，把我对整个行情的看法，而且都是事先公开的，事先公开的在节目当中给你做预告。所以我相信，其实你只要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操作投资朋友们，我相信你只要是信角色长期的忠实观众，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信角色我是市场唯一敢每一天跟你公开预测未来行情的看法的，全市场只有做得到。我从来不会拿着软体指标啊给你事后看图说故事放马炮，我也从来不会跟你那么就线论线，就事论事，今天涨就看好。或者在所有均线之上就跟你讲多头看好，今天跌跌就看空，我都很客观的做分析。所以我对整个大盘指数的看法要改变，台股短期还是在月线上下到季线上下震荡，重点还是在选股。所以当整个今天大盘指数来到收在16807点，好，我可以告诉你，明天大盘指数没有多少高点等你，信不信由你。大盘指数这边随时要做短线整理的，好，大盘指数短线随时要做整理的。好，但是大盘指数短线随时要做震荡整理，好，有一些在低档的股票在震荡逢回的过程当中拉回还是可以找买点。好，那再来航运类股的部分，我想这个就像我记得一个礼拜前跟你讲的嘛，或者过去这半年多跟你讲的，你会发觉我话都讲在前面，事后你回过来都验证我跟你讲的都是对的。我说你看很多的专家吼，每次都是这样子，今天电子股大涨一定跟你讲电子股，如果明天轮到如果今天是航运股大涨，就跟你讲航运股。哦，奇怪，这些专家什么股票都有。哦，阿亚马他是真的有，他真的这些专家没有骗人，没有骗你呀、啊，他真的什么股票都有，因为他带着他叫他的会员，带着他的家族成员，他的会员，可能什么股票都买，加起来，电子、金融、航运、钢铁，哦，生技，然后防疫概念股、塑化，加起来可能一箩筐买了30-40档。甚至搞不好50档、100档的股票，那当然每天涨的股票它可能都有，对不对？一种是这样，叫这个叫乱枪打鸟射飞镖；另外一种叫做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对，这种投机取巧的分子的分析的专家们非常的多。那为什么讲这些话？哦，记得上个礼拜一，哦，航运股不是大涨，大概跟长荣棒，当天万海涨停板，长荣、阳明大涨，有没有一个礼拜前这一根的长荣棒？好，这一根的长红棒，好，我们先既然谈到这个，就简单的带过去。好，这一根的长红棒，上礼拜一5月13号这一根的大涨，有没有？很多的专家都跟你说他手上有航运股。好，你记得5月23号那一天，多少专家都说他手上有航运类股。好，每个人都有航运类股。然后当那一天大涨之后，横盘整理了几天的航运类股，那航运类股今天不是收黑下来吗？对不对？今天大家回做整理，甚至你看最近这几天大盘指数弹了大概600-700点，航运股没有涨到。好，今天下来做震荡整理，你看今天多少专家，多少专家在这一天大涨，告诉你手上有航运股。今天多少分析，多少专家又告诉你那航运股早就卖掉了，有没有？他说我这一天大涨都卖的，然后我这几天都在做电子股的。可是当天他卖的，他有敢跟你讲说卖的吗？那一天不在恭喜航运股大涨吗？那一天记得那一天5月23号那一天航运股大涨的时候，多少专家说哦，我在这天买进，我在这天买进，我在这边买进，每个人都买在低档，这么神这么强，每个人都买在低档，大涨都有的。然后这几天的一个震荡整理，哦，这几天一个震荡整理，每个分析师都就说他都没有航运股的，都卖在当天大涨的最高点都卖光了。然后这几天天天告诉你他手上又买了什么电子股大涨，你要相信这些专家讲话这么神，真的你去跟他做做看，我相信你10之8-9都让你后悔，那个就是比较投机取巧专家。那我想其实回怪我为什么说，如果你手上有航运类股的人，你为什么你最后最终你还是要来找我？
对，你早晚有航运股的人，你在过去未来这段时间，你早晚都是要来找我的，你何不一开始就来找我操作航运股？你手上航运股的，你早晚都一定要来问我，一定要锁定我的，不管是直接加入信角社家族团队也好，或者你是加入我的一个 FB 的股市群会，或者我的 Telegram， 或者我 Dash 的一个粉丝团，对不对？我三个粉丝团，任何一个粉丝团，你都要加入的情况之下，你早晚都一定要加入的，那你何不现在就早一点加入我的一个家族团队或者我的粉丝团呢？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操作航运类股，你才不会跟着其他专家在航运股追高杀低，涨的时候就恭喜航运股大涨，跌的时候就恐吓你吓唬你，你手上有航运股赶快卖掉去换电子股，对，或者跌的时候就告诉你手上有航运股的赶快来找我，告诉你航运股怎么操作，你还要相信这些专家的胡说八道吗？那为什么这些专家涨的时候都要谈航运股，跌的时候都一定要骂航运股，或者跌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你卖航运买电子？其实说穿的，你也知道这些专家的只有一个想法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好，那我想废话不谈太多，那今天航运股跌下来、哦、到底航运股你是要跟着卖，还是今天拉回的过程当中未来这边拉回应该是找买点、哦、待会我会把我的看法或者我把我的做法我公开的跟你做分享，好，至少你自己很清楚知道，过去这半年多来，我们可以累积这么高的操作绩效，你自己很清楚。我每一趟的操作，我都是公开跟你分享的。好，我每一趟的一个买卖点，你之前所看到的，好，既然谈到这个，我们既然就直接简单的带过去。你很清楚知道，过去这半年多来，好，我在节目当中是举阳明跟你做分享。那至于长荣的一个25趟的一个价差全胜，你有兴趣的，你想验证的真的吗？你可以去看信角社的 FB 股市群会，你就可以看我的 Line 或者我的 Telegram 的一个过去这半年多来盘中讯息。全市场只有信角社做得到，几月几号什么价位买航运，几月几号什么价位卖航运，我每一趟都跟你 公开的交代的清清楚楚。我会因为哪一天某年某月某一天航运股跌下来的时候，跌下来的时候不敢跟你说我有吗？会吗？我会因为某年某月买了航运股被万一被短套不敢说我有手上有航运股吗？我会像其他专家一样，万一航运股跌下来，万一被短套就不敢谈航运股的，就说航运股早就在高点卖掉的，又买了什么电池股赚到钱了吗？我会像其他专家这么爱胡说八道吗？我不好意思骂人家无耻嘛。我们就说我会像其他专家这样胡说八道吗？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对不对？你要赚钱就要跟着一度长期帮你追踪的人，直到哪一天，听清楚，直到哪一天，直到航运股的景气走完的时候，我就不会再跟你分析航运股，我也不会再带你操作航运类股。但是只要整个航运的景气仍然没有走完，只要长荣、阳明的获利仍然可以持续成长，我就会持续带着我的家族成员，我就会持续带着我的粉丝团好友们，好低进高出操作航运类股，我就会持续的，只要航运股的景气没有走完，我就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在我的粉丝团里面帮你追踪航运类股，不管今天航运股是收红或收黑，我讲得清楚，直到整个景气走完，这才是你要的一个专家嘛。你不是要的是今天涨到矽晶圆就讲矽晶圆，前几天涨到散热模组就讲散热模组，哪天涨到所谓的车电股又讲车电股，涨到半导体股又有半导体股了，哦，难得航运股都拉了一根长红大涨了一天又有航运了，然后之前在涨农粮股，在涨防疫概念股，又有农粮股又有防疫概念股，你觉得你这样跟着这些专家这样朝三暮四，这样三心两意，好，股票换来换去，换股如此频繁，真的赚到钱吗？还是你是在做善事？你在做什么善事？你在帮你的营业员做业绩。换股频繁，换股频繁就是在帮营业员做业绩而已啊。你在做善事，日行一善而已嘛。他在搞了半天，你虽然日行一善，帮营业员做业绩，但你自己如果没赚到钱，那不是很可惜吗？好，那所以回过头来，好，航运股到底这边接下来该怎么看待？我待会还是会把我的看法公开跟你做分享。好，那再来，鸿海创了今年的一个新高。鸿海主要在涨什么？其实如果你在一个多礼拜前，我那时候不是有叫你预约、叫你登记报名
520的一个线上讲座吗？我相信那个520的线上讲座，你有兴趣看520那一天我的节目，好，或者你看520，你去看我的粉丝团，加入我的粉丝团，你去看我粉丝团520那天盘中讯息里面，我跟你讲，所以我在整个520的线上讲座里面，我从头到尾跟你谈一档电子股，这档电子股叫做鸿海。那我相信鸿海没有让大家失望，也没有让你当时在520来看信角师的520线上讲座投资的失望。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不需要在节目当中，或者在粉丝团里面，甚至在线上讲座里面，一次爆你8档、10档，甚至20-30档的股票，乱枪打鸟射飞镖，涨得对的才拿出来讲，套的什么赔的不理，就暂时忘记不理他。你看这么多上市柜1000多家的电子股，我只跟你谈一档鸿海。鸿海今天创了今年的波段新高，可是你看多少电子股，台积电今天拉尾盘很强啊，今天最近这几天矽晶也有反弹啊，车电股前几天也蛮强的啊。那我想请问你，就请问有几档车电股创了今年新高？请问有今年代工台积电有创了今年新高吗？请问矽晶圆离今年高点还多远？但是为什么鸿海今年创了新高？那鸿海主要在涨什么？我们待会再做分享。好，那金融股上礼拜破底的时候，跟你讲金融股，你不要再杀了，你可以去抢反弹了。好，那我相信这几天金融股也涨上来的。那金融股这几天涨上来是反弹该卖，还是拉回涨买点？我想我待会还是把我的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分享。啊，回过来第一个针对大盘加权指数，我想过去不多讲的。哦，有些东西我就简单带过去，但是你要很清楚啊，我不再跟你炫耀我多准。哦，我从来不喜欢做这种像其他专家这种炫耀操作绩效的东西。我只是很客观跟你讲，你要永远相信一件事情：股票市场都是在，股票市场永远不会改变定律在边。就像股神巴菲特所讲的，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感到你要贪婪；而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你反而要恐惧。好，不管大盘加权指数也是如此。每每在相对低档区，别人在恐慌害怕，在恐吓你吓唬你卖股票的时候，我雪中送炭，我一直苦口婆心奉劝你，不要砍在地板。我说你现在知道利空，你所知道的利空，已知的利空都已经，你都不要害怕，因为股价都已经反映过了。难道过去这段时间股市大跌没有再反映这些利空吗？我那时候告诉你，黎明前的黑暗，对不对？第二季到第三季就是今年相对低档。或许我当时讲这些话，你可能半信半疑，你不相信。我相信了，我知道了，可能只有信角色家族成员或者粉丝团会相信了，好友会相信了。你当时绝对是怀疑啊，甚至可能心里会暗骂呢，暗叫我说信角色，你在这边看多，你会不会看线呢？你会不会看图啊？这种均线所有都空头下弯，法人都在大卖股票，对不对？国内外都是利空，你怎么会在这边看多？你到底懂不懂股票啊，信杰老师？今天回过来，到底我懂不懂股票？你看到今天这边是15616点，你看到今天在16800点，你觉得我懂不懂股票？我是在跟你预告未来，我都给你看到未来，再跟你讲。好，不止大盘加权指数，好，所以在昨天、今天就算拉上了，我刚刚讲的，明天指数没有多少高点，短期就是在月线到相地线上下震荡，短期间就在这边震荡。哎，今天你还没看到在这边震荡哦，你不要过阵子过几天回过来看大盘指数就真的在这边震荡，你要相信我跟你讲的哦。但是你不要到时候相信我跟你讲的哦，你不要今天尾盘或者明天指数还没透过大潮过度追加做多，到时候套在短线相对高档，再来后悔哦。那第二季到第三季是今年相对低档，我仍然没有改变，这里会不会是今年相对低档？我当时讲这句话，你一定不相信。但是相信我的人，第一个你股票没有砍在地板；相信我的人，你可以买在相对低档赚到钱。那我相信现在涨了1200点，你现在就大概至少相信我5分的了。对，你大概现在相信我50%的了，50%相信我所讲。哦，信角师讲的好像有道理，真的这里可能是今年相对低档的。可是你想一想，当时在这根长黑，谁敢长黑的时候，谁敢跟你讲这句话？黎明前的黑暗，谁敢告诉你这里就是今年的相对低档？好，过去我就不多提了。哦，包含很多股票一样，联电40几块的时候，谁告诉你50块以下买联电，你顶多被短套，你一定会赚钱？我说你今年在50块以下你买联电，你顶多被短套，一定会赚钱。
到今天回过来看，我讲对不对？有没有赚钱？有哈、哦。再来，国泰金，哦，金融股破底的那一天，我跟你讲什么？反应近尾声的，哦，金融股你手上的金融股有没有告诉？只有金融股当天告诉你，上礼拜告诉你不要再杀低了，哦，套在高档的人，你有来问我的，我跟你讲，你敢的话，你还有钱，你敢的话，你就去加码单品。空手的人，你那时候来问我做金融股，我有跟你讲的嘛，你要波段的，波段买的，要你要以波段的角度来操作金融股，还是你要一个短线价差角度来操作金融股？啊，波段的，啊，我就跟你讲，银行股会比较好，但是以短线价差的，你相信你上礼拜有来问我的，我都跟你讲国泰金，那、啊、你也看得出来，就在节目中跟你讲国泰金的嘛，对不对？那到今天为止。我其实它也是拉尾盘嘛，收在55块多的嘛，从50块7到今天55块多，也大概涨了将近10%左右的。好，那今天短线来到整个月线上下附近，短线可能随时会做震荡。我个人看法是，短线随时金融股也要做震荡。但是如果有拉回，我看法没有改变，稳健投资朋友们仍然是可以留意。好，那你说稳健投资朋友可以留意，那如果你对金融股有兴趣的，好，你说那我接下来是要买什么金融股？我还是会跟你讲，你来问我，你来找我，稳健的投资朋友，你要波段持有的人，好、哦，纯股族，好、哦，波段持有的纯股族的投资朋友们，接下来买什么金融股，安全又有上涨的空间。啊，你如果喜欢短期间价差比较大的金融股，你要告诉我你喜欢做短期间价差大的金融股，那我就告诉你，你应该要买什么样金融股，短期间价差比较大。这不一样哦，波段跟短线都不一样哦，所以在这样，你想跟进不了解，你来问我。好，再来，好、哦，整个国泰金好、哦、上来的，对，国泰金已经上来了嘛，对不对？刚刚讲过的，在鸿海，哦，这个我也不是跟你说，哎呦，涨上来，信杰老师你才拿出来讲，我也没有再跟你炫耀什么绩效，我只跟你讲，你如果有怀疑的人，你去看520的线上讲座了，好、哦，我都讲得很清楚，我这里不多讲。那这一波上来，我也其实你如果有看我跟友台的盘中连线，我在友台的盘中连线已经鸿海讲了一个多礼拜的了，每天盘中连线就跟你公开分享的。好，苹果的新机拉货旺季加大，再来是跨足车用，另外就是预计10月份开启预定自制的电动车嘛，所以我觉得说也许急涨，好、哦，你不一定要急着去追，但是如果以鸿海震荡逢回，我觉得是比较稳健的投资方，你还是可以留意。另外如果说鸿海家族，我们就是持续观察。这个所谓的电动鸿海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题材，如果接下来下半年有持续发酵的话，特别是如果未来是发酵到整个自制的电动车的题材，哦，以盛 KY 虽然它的股性比较投，它的股性比较活泼，哦，讲比较不好听是叫比较投机一点点，哦，但是它获利不错，至少赚三块多的公司，第一季赚了9毛钱，但是毕竟它本益比鸿海高。稳健的人，你震荡逢回看鸿海。那如果你比较喜欢股性活泼一点的，价差比较大的，未来震荡逢回，你特别注意一下以盛 KY。哦，如果鸿海的电动车的题材，接下来在下半年持续发现的话，那震荡拉回，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以盛 KY。但是我必须在节目中很客观告诉你哦，以盛 KY 不是像鸿海，鸿海的股性比较温吞，因为它是大型股。所以是比较适合稳健的投资的操作，啊，你喜欢短期间价差大的，哦，啊，你去看，你可以看以盛 KY， 但是买点跟卖点很重要，尤其是这个买点，因为你也知道它股性活泼，短线的震荡幅度大，啊，你不要今天听完看我的节目，你明天闭着眼睛买，或者过两天有差微拉回就下去买，到时候你被短套，你不要来怪我，你不要骂我，你不要怨我。你也不要批评我，因为不是我叫你去追的。好，那你说偶尔有拉回可以留意，啊，如果以盛 KY 或鸿海拉回什么价位可以买，你来找我，可以买的时机点，适当时机点我会通知你，啊，我会通知你，这样可以吧？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再回过来就谈到航运类股，啊，我想这几天航运类股是又整理到你手上有航运类股的人，是又很没，又开始没信心、没耐心的。手上航运类股的人，你是不是已经那个什么脾气快按捺不住，想骂航运类股的？
或者你手上航运类股的，你是不是很想把它砍掉停损掉，或者你已经今天砍掉停损掉的？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航运类股的哦。最后一点时间来谈航运，我想之前在高档看空，第一档你在这边做多航运，大家都在这边做多航运，我这边叫你卖，跌到这边，你每次在低档区，你在吓得半死的时候，你不觉得过去从整个这半年多来，从去年十月到现在五月底，过去这七个多月的时间，半年多来这七个月时间，每一次航运股只要在低档，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如那个什么，大家都在打落水狗，都在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时候，每次在底部区，全市场就只有信杰老师我都在底部区，好、哦，告诉你，你不要杀低了。每一次在航运股的底部区，只有我告诉你，这边就是买点。你不仅不要杀低，你哈、哦，而且你空手的都可以去做买进。好、哦，那你说除了去年十月份的回撤年限之外，不然在整个今年过年前，你看每一次回来，每一次回来，你对航运股失去的信心，失去的耐心，甚至很多专家追高之后再让你停，很多专家都是大涨去追，跌下来叫你停损出场。我每次都在低档区雪中送炭，告诉你不要杀航运。所以为什么我还是今天还是这句老话，如果今天航运股是大涨的，我才像其他专家一样来占航运股的热度；如果今天航运股大涨的，我才像其他专家一样在锦上添花。哦，还会继续飙哦，赶快今天来找我加入我的会员，对不对？明天航运股大涨或涨，继续大涨或涨停板，我不喜欢做这种事。但是我说你为什么有航运股来找我？特别你看在这几天很又整理了好几天的航运类股，当你又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想卖航运类股、想卖航运类股、想卖航运类股去追电子股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找原理有在这边？记得股神巴菲特至理名言：人取我弃，人弃人弃，你反而要怎么样？你要取，人取人家去追。你不要去追高，甚至有时候你要在高档卖给他。对，人取我弃，人弃人，股票跌下来的，人家不要的，杀低的，你反而要怎么样？逢低把它买回来。观念很简单，道理人人都懂，但是俗话说得好，知易行难。为什么你很多人做不到？包含为什么大盘加权指数你会砍在地板？人性的弱点，贪婪跟恐惧。包含你说怎么样，联电你为什么会砍在地板？六七十块敢追，结果跌到四十几块，吓到什么不敢买，还会砍在地板。哦，国泰金金融股这边追，六十几块在追，五十块出头不敢买。人性的弱点，你没有错，这是很多专家、很多投资人会犯的，还有很多网络达人会犯的毛病，人性的弱点。所以我讲的信杰老师的价值在哪边？因为我够冷静客观。你看我每每都是在低档区告诉你，这边是低档区，不要杀低。每每在股票在相对高档区的时候，你不要再过度追高，你可能被短套。不然今天大涨197点哦，你记住我跟你讲，明后天指数不要乱追高哦。我说针对指数，你不要乱追高哦。哦，搞不好明天指数都没高点。哦，我跟你讲没什么高点哦，不要说我没跟你讲哦。哦，这个就是在高档的时候，不管在短线或波段高点，我会帮你踩提醒你，帮你踩刹车，避免你追高套牢。在低档区有避免你杀低套，哦，杀低砍在阿呆股。好，那我想时间有限，题外话不多讲。上半年相对低档哦，今年五月底哦，还有一个月，不要只是验证而已哦。一个月之后，你不要只是验证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希望一个月之后，你都跟我的家族成员一样。一个月之后，你都跟信杰老师所有的粉丝团好友一样，你都是赚钱的。你是今年上半年的少数赢家，上半年相对低档哦。我都跟，哎呦，你看哦，你等一下注意看哦。每每在关键时刻哦，我可能都会把我个人的看法公开跟你分享。好，那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航运股操作过程可能都会被顶，过程会被短套，这很正常。全市场只有告诉你说做股票会被短套，因为我跟你讲的是实话。哦，但是我过程可能被短套，但是事后为什么都会赚钱？过年前我跟你预告回撤年线上去，哦，事后是上来的，公价位都讲，都过去不讲，高档叫你卖的，这个都过去，我想我都不多讲了。好，
回撤低档，我要叫你买。你还记得四月初给你画这个，又回撤，你今天会上来，反映第一季财报利多。啊，之后我们涨上来，之后我们涨上来，之后我们要涨上来，有哈，对不对？你看我每次给你预告的航运股的走势哦，好、哦，不敢说完全一模一样哦，但是事后你会发觉我都是对的哦。哦，所以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胜率，一定有原因的。哦，成功赚钱绝对不是偶然，也绝对不是运气好。一次两次看对做对赚钱是运气好，长期间都对，预告的都对，那就不是运气好。包含这一次的低档，跟你讲又来到年线，跟你说法人都砍在地板的，这一天大跌，跟你讲缺口会回补，短期超跌会还给他公道。之后不是涨上来，涨上来很多人都涨上来才要追。对，涨上来再追，这不是很多人都说啊，股票看到出量长红再来追啊，啊，这种股票就是专门修理这种人啊，修理大涨才要追啊，结果给你横盘整理好几天，给你横盘整理。好，那现在重点来了，这个横盘今天杀下来了哈，航运股今天回撤十日线上下附近，我个人看法，好、哦，这里我记得前面，你看这边破年线拉上来，这里之前过年前破年线拉上来，你有没有看到这边给你横盘？为什么这边给你画个圈圈？这里有没有横盘？横盘之后是崩下去，还是横盘之后上去？那这里横盘之后，接下来会不会往上？为什么接下来有横盘之后，接下来就往上？除了均线要走平盘阳，这都在这边是卡在均线，卡在月季线这边卡了几天之后往上拉，这边卡在月季线这边这几天之后会不会往上拉？比方均线下个月要翻阳，比方运价下个月是看涨，六月份的运价是看涨，所以今天下来。大家都在骂航运哦，今天下来是大家都告诉你他手上没有航运哦，哦，其他的都不多讲，一样，买点跟卖点掌握是最重要。如何掌握航运股的买点跟卖点？手上有航运类股的或空手的人，如何在航运股里面赚到钱？哦，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的，你可以跟着细脚社脚步来操作。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